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也可以学会魔术。今天再玩一个硬币消失术，这是一枚真实的硬币。现在呢，我这只左手是空的，我要把硬币啊丢在手里边，然后呢摩擦摩擦摩擦，哎，消失了。再摩擦一下，吹一口气，哎，它又出现了。好，想学吗？点个赞，直接教学。啊，其实这个魔术也非常的简单，硬币是真的啊。然后我这样要掉在手里面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掉下来是掉到虎口这，啊，是掉到虎口这里。摩擦的时候你前面是看不见的啊，你不要露馅了，让别人看见。然后呢，一抛，哎，再摩擦又出现了，非常的简单。你学会了吗？拜拜。